后掉了，矮得很，弄回了，现在就是光洗。大叔，这是往洗去了不？谢谢啊。一点礼貌都没有，问个路还不连车都不下，这就是洗。这颜色真好看，谢谢就谢谢，还谢谢。专业大金。这大金怪高级的，我嘞，会前面有点估计过不去。不是不是，我是前往目的地，我去参加车展，观众就来个人群。上周口相中来说，这边都是大地块，那边不是暂时还没开始了吗？路宽了，你走这种宽路心都得劲儿。靠靠，你往前顶一点。人家后背都往我倒点，我停在这都管。我走走看看。少，什么事？主力。不在主林，本身准备去主林的，然后人家说的不要让去主林，主林那边的活没有啥活，然后就没去，都准备去了又回来了。大爷的技术可以。哇，有收破烂了吗？这车个盘上停着嘞，别乱打字，老表没发现。踩油门，去路上。说完了这里边嘞，这个来的地方太偏了，太偏。哎，这不是我停的，这不是我前天睡觉那个路吗？哦，我迷过来了，迷过来了。这条路就是我以前天天停车那个路。我现在又回余镇了，我的老天爷，绕这么大一个圈儿。现在就不去参加车展了，我停这边吧。啥东西吱啦吱啦的响。哇，这一片收完了，这谁收了？这一片谁收了？哎，这块不是我收的吗？
我修了吗？真的大一块。时间了，该吃饭了。这边中断烧，主林方向他们地硬，主林方向地硬，但是他们好像说的主林那边，他们主林那边好像收棒子的比较多一点。我这车停这儿吧，不往那边开了，太远了。山西人都去南阳了。这个月池不在了，不是这个月池不在，这个是恁电动车不？我这个电动车是恁家的不？往这边动一点吧，要不然它不好过。你张着把，我给你推住。好嘞。这家做的羊肉汤那个味儿，开车过去的开车那个是不是你老爸在开车？开车不是，不是，老爸，家门给你关了啊！老爸好，好。好了，我又到馒头店了。找个接口，这就是接口。这边多热闹。折扣，该折扣了，不是，该开封了，该开封了。没有车站几个？下班下班，我停到这边来了。前天我停了这个地方，刚刚收完了，就搁这边。你停车的地方有招工的，先干个临时工。刚才问那个大爷了，他给他捡砖头，然后他说的暂时好像不要人。我这来一个大缝，我听着哪哦半天工。分拣员从早上4点到7点，哎，这个点我不管干。还有一个三轮送货从5点到10点，这个点我也不管干。不是没有适合我干的点，这地方活少，大爷没法给工资，他就说的，大家这样，小妞。
完了完了，我现在该这个地方了，就是前天你刚来我停车这个地方，刚刚搁这边收完了，我搁这等一会儿吧。往那边跑，这个点也没有啥活了。又停了，已经干得不错了。